直到臭爆黑心鸭肠，6蚊包烧。好嘅，你饮饮饮。你饮饮饮。今日整亲我，自己都系我哋黄鸭。先开个摊方便，咁上次朋友食开，佢话好食，咁啊，今次顺便带翻去，咁啊又一齐食咁解啫嘛。好多香港人好似廖生咁，喺罗湖顺便买只烧鸭过关。咁差唔多成6、7年，咗咁耐都冇事啦，咁点解都冇事嘅？呢度啲烧鸭起码平香港一半噶，400，我上次食都冇乜嘢啊嘛。上次系几耐之前啊？上次系10日咯。咁你哋认真好彩啦！我哋跟住送货嚟嘅呢个男人，去到30公里外烧鸭嘅源头。呢度表面系一个家禽批发市场。行入去睇下，实际连汤连烧。你肯定住啦，佢打气谷气嘛，佢一吹光又烧光啲。一只香喷喷嘅烧鸭，就喺呢个乌烟瘴气嘅环境诞生啦。你要乜嘢颜色都可以，包你满意。你话要淡啲，要黄啲，要浓啲，嗰啲随你个，系嘛？我哋一个客嘅冇同过，嗰啲糖水烧出来，系嘛？有啲喜欢淡啲，有啲喜欢原色，有啲红啲，系嘛？一次次地方个。老板话整色整水烧熟只鸭，都系收6蚊加工费啫。哎，或者佢一路去过，佢都好，好似到皇冠嘅好皇冠七个。佢仲话元朗有几间酒楼都嚟呢度入货，一只烧鸭嘅成本只系26蚊，唔系我哋点会有15蚊碟烧味饭食？